CCF TV。 大家好，我们唯一顾问中心今次到印尼当地直击报道，为确保来港佣工的工作能力、语言能力及工作态度，我们唯一管理团队飞往印尼当地我们的多间海外学校，亲自监督看看有什么在教学上需要改进的地方，透过复检准备来港的佣工面试和监督各项流程，我们更会主动了解佣工的需要和他们沟通，让我们知道佣工在学习上和工作上有没有什么困难，务求可以找到个帮得手的佣工，给各位雇主